陈颖优2016年以团体 ASTRO 出道，因精致帅气的脸孔被封为脸蛋天才。近年来，她积极拓展演戏之路，日前与金南吉、李多熙和盛俊共同主演的《Island》第二部即将播出。陈颖优的角色概念照释出后，要再次因帅气脸蛋受到热烈关注。不过，近日陈颖优受访时，当被问到自己的外貌分数，她只给自己50分。陈颖优表示自己不是故意想谦虚，受到称赞时也总是说谢谢就结束了。因为从小妈妈就严格管教，所以就成了一种习惯。另外，她给自己50分，还有一个原因是帅气的人很多。网友看到这段访谈，纷纷惊讶直呼10分满分的50分吧！这样子，世界上一半的人都是负的了，疯了吧？你的脸蛋是第一名啊！在网上引起热烈讨论。